好，这是我画的画，指点一下。真的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画的。嗯，非常好的。这是现场洗身的。你可以拍照片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嗯，可以。好，你说吧。这个是我在西双版纳现场洗身的。我们先过去的，一会儿过来啊。好的。非常好。这整个书画院是政府无偿提供给我们的，无偿提供的，就在集书画展览，就是提高我们的知名度嘛，宣传一下我们NanXi嘛，增加美誉度，是吧？这都是我们这个书画院的作品，都是出自我们自己画家的手，基本上在一楼的都是大的作品，都是参加国展的和省展的一些大的作品。还有二楼、三楼、四楼也有作品，那些作品的话，有些是中美协的、中苏协的，来自全国的一些画家的。等一下我带你参观一下，好吧？我叫严华，我是这个书画院的院长。你叫什么？我叫严华，严格的严，中华的华。严华，我欢迎你。谢谢，欢迎欢迎。这是我们书画院的一个副院长画的，你看就是用毛笔，一支毛笔，一支水，可以用一点墨，一点色彩，可以表现它不同的质感，对吧？你看玻璃瓶，它那个瓷瓶就表现出瓷瓶的感觉，这就叫工笔画，工笔画就比较工整细腻，它一半一半的这些全部是先勾再染色。这个也是我画的，这个作品的话，它是也是在西双版纳洗身的。啊，西双版纳，对，洗身的话，我是那个现场就是看着一个小景，一个小景，一个小的场景。也去发现它的美，把它画出来。这个比如说画这幅芭蕉的时候，这是砍掉的芭蕉，这个生命力好强嘛，你看从这上面又伸出一点小的，所以我在这个场景里面就画了一只鸟，画了一只鸟了，结果它上面有一个点，那一个点怎么对，肯定要想到一个什么东西，鸟看着什么，所以我就画了一个。这个是我爱人画的，他擅长画松鼠，擅长画动物，我擅长画鸟。嗯，对。你看这个松鼠，那也是一个松鼠，也是我们书画院的另外一个画家画的。你看这种，这个松针就是用的是双钩，用的是双钩。你帮我拍张打。用的是双钩，你看那个线条，就是用的那个毛笔，跟它。它这个色彩是流出来的，是流出来的。比如说，你看那个感觉是白色的，它勾了线条以后，就把底色跟它加了颜色，加了颜色，你看它那个松针就没有，就没有上色，就是黑白的对比，它就把它烘托出来了，对吧？嗯。哎，这个，你看这个蝴蝶，这个是我爱人画的。这个蝴蝶，你看每一只蝴蝶都不同，是吧？色彩、形态。感觉都不一样，这个颜色，对呀、啊，你看这个，这种毛茸茸的感觉都要把它画出来，像这种蝴蝶上蝴蝶它背上的那个毛茸茸的那种感觉都要画出来。工笔画就是工整细腻，
一半花一片叶都交代得很清楚。色彩的一幅画要看看它整个色调，还有色彩的浓淡前后，还有疏密，这些都要讲究，还有层次感都要讲究。这是我小女儿十岁的时候画的，你看画的是动漫那种画的画啊，对啊，画的动漫，这种是水墨画，她八岁的时候画的水墨画，八岁的时候画的，这些都是我们写生的作品，来自来自生活，生活的一些场景，比如说你看这个，这就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姜，我们怎么说，蚕豆，就是那种我们四川话说姜豆，不知道听得明白不，就是一个断墙上，一个断墙上，或者是一个你看这个小鸟，画小鸟的时候，你看它形态都不一样，对吧，有整个的，有聚有散，有长有路，是吧，你看它这个腹部的毛，头上的毛，还有它眼睛上的毛，它肯定它都不同的体现它的动态，它的立体感，对吧，这个色调都偏冷了，偏冷的色调，但是你看它就能体现一种你看一个网啊，一个网，它把那个鹰关在里面，它你看外面一群小鸟在这里飞翔，它羡慕它的自由，是吧，这个是一个我的学生画的，他在20岁左右就加入审美学了，好看。这也是我爱人画的，这个山羊开泰，我们中国啊都比较寓意比较说，有山羊开泰呀、五福图吉祥图啊，对吧，羊就是又有寓意，就是吉祥的意思，这也是喜生的，你看它是在一堆乱的石头里面，它这个一堆石头他画的时候就用很多方法处理，就是技法，很多不同的技法处理，不像传统的工笔画勾线上色，而这个就用了洗呀、撒盐呐、还有特殊的撑擦呀、点染呐、这些很多方法，我带你上楼看看画的画，这个书的封面都是我画的画，这个这是你的书吗？这个是我们NanXi出版的一个书，它只是用我的作品去做了封面。这个封底是我爱人的。这个也是我。这上次我出版了一本画集，到时候你走的时候我送你一本画集。这个画集是全国书画名家要清展的，到时候我送你一本啊。这里面全部是一些名家的，我上次办画展的时候一些名家的作品。这个是一个金丝兰的，金丝兰，对，你用这个毛画画啊，写的吗？好，等一下，要不就在那里，等一下我先带你参观，等一下下来可以画画画几笔啊。你走吧。
到每一层楼的格局都不一样。这个都是竹子根雕的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就是我们全国的一些名家的。这个就叫大洗衣了，你看到它是什么吗？仙鹤，你看丹顶鹤，它主要讲究墨的墨韵，你看这个墨的效果啊，这是它的嘴巴，嘴巴。那个书法是啊，我们北京公安部的一个，他是以前跟周恩来啊周总理抄书信的一个书法家写的，就那个人民公安为人民，就是他写的，是人民公安为人民那个公安部的大理石那个屏风，就是那个书法家写的。我们楼顶可以看到NanXi的全景，全景啊，楼不就是我们古街的全景，楼顶啊，这个楼顶。你看这幅画也是我画的，这个就画的比较看得出来是什么，一看应该知道是什么。朦胧的啊，把它画的比较圣洁的感觉，把它画的比较朦胧。这个线条勾的时候就勾得很淡，画上色的时候，这个线条外面留了一些白的，就让它不要把色彩贴着这个花瓣，这样染出来的色彩感觉就是朦朦胧胧的感觉。嗯，但是朦胧的感觉的话，至少说你看每一瓣花瓣里面也有染色，这样它区分了上瓣下瓣，还区分了那个正瓣反瓣的区别，这样的话立体的出得来。那你不能说白的就全部什么都不画，那样的话就没有立体感。至少说虽然是白的，但是它一半花瓣一半花瓣的话都体现出来了，对吧？还是有一定的立体感的啊。嗯，还有一层吗？啊，有。
多作品，那个画不下就没有画出来。再见。这些是书法，对，这些书法比较多，书法比较多一些。五楼是装裱，啊，六楼是多媒体，还有五楼，一共七楼。七楼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不要上七楼看一下嘛？七楼的话，你看得到。NanXi古街的这个场景，因为这上面平时就装裱了，所以就没怎么打理。啊，可以看看这个，这个是我们NanXi的孙炳文，就是我们孙炳文，这是NanXi的人啊，他曾就是就是NanXi名人嘛，啊，NanXi名人。那就是古董了啊，这种你看到过吗？应该没看到过吧？我在国际，我在国际有这个。啊，古街那个，对，有啊，你们国家啊。对的。哎，我看还有个马灯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？是的，你们国家有这种马灯吗？有有。你有啊？是的，以前有，古代有。哦。这是我出版的画集，等一下我说我送你一本，这是我出版的。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带下去啊。还有，好，好。你现在在哪个 A 区还是 B 区还是新的 A 区啊？对，就是红枫路这方。红枫啊，这个有南门吗？没关系。啊，管门，没关门啊！这整栋楼都是政府给我的。哎，真的吗？啊，这个川楼你给你？啊，川楼是给你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使用，上海你会不会还给他的？你就是买这个地方吗？不是，是免费使用。免费使用。啊，对，嗯。这是展示我们NanXi，你看NanXi以前的NanXi就是那个样子，老房子，就是以前老NanXi。这个老房子。对，你看这是我们现在这大概的这些位置，就这个样。你看城市规划改变了。你看这城市规划改变了，这新城呢？那是体育馆。这里就是体育馆了，嗯，这下面体育馆，你看新城跟老城的区别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吗？啊，不是这个楼。嗯，不是。现在这个规划倒是还没有，肯定没有吧？这个这方就看得到，从这方就看得到。
街嘛，这是黄浦街嘛。我们应该是目前是在这个位置，这是顺江而下，这是以前的NanXi的一个变化，是以前的NanXi江边的情况就这样。以前是这样的吗？对，以前就这样，就是在这个江边嘛。你看我们现在就这个、就是这个楼嘛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住山的这个楼。到南溪古街了，我把这里给你打开，因为这个起头啊，它就不好了，就把它玻璃可以会弄烂，所以我就把它关起来了。情景还是很美的。在外面这顺江而下，这外面就是长江，从宜宾上来，从上面下面就是江安泸州，就跟着这个河流下去。你看外面长江你就看得到，那里就是我们NanXi的那个国际大饭店巨阳，就在那里。上来才看得到我们这个古街的美啊，是吧？非常漂亮。什么？我说今天你来的吗？现在不应该回家。是今天，我就说是你今天你们自己约上来NanXi的吗？对，我坐公共汽车。坐公共汽车啊？是的。哦，很方便。
个你看得出我画的什么吗？秋水。哎，一松树。这就叫我们中国的山水画。这种松针啊都是一根一根画出来。张伟，张伟，张伟，你帮我拍几张照片，我画的时候。这个主要是突出这棵松，主要是突出这棵松树。松针还是一根一根勾出来的，怎么洗了？我想怎么洗了？天星国际好友啊！是这个吗？是的，对。这个就是我名字，认得出来不？好，谢谢。